叩叩叩，起床咯，我们要来吃鸟巢咯，淋上香浓的咖喱酱，吃一口清爽的凤梨虾球，视觉味蕾都享受。太卡后爱嘿美森，今天来到朋友推荐的玩饭食肆处，听说今天要来吃鸟巢耶。这家主打的就是特色的咖喱系列料理哦，在这个甜甜圈状的饭上放上一颗爆浆的温泉蛋，再用洋葱酥围绕在周围，这样一个超可爱的鸟巢饭就完成咯。放上唐扬鸡，这道咖喱也是一个亲子洞的概念吧。再来这个紫火锅汤咖喱也是这里的招牌哦。如果你也是虾虾控，这道使用新鲜凤梨现切，加上满满的鲜虾，清爽酸甜的风味，红梨饭搭配凤梨虾球，整个夏威夷感就出来了。再来这道几乎是大家来这里的目的哦，鸟巢咖喱丸饭，脆嫩的唐扬鸡搭配香料风味浓郁的咖喱，戳破鸡蛋让蛋黄流出来，整体的口感更滑顺更润口哦。再来这道特别的紫火锅汤咖喱，搭配的是白鳗鱼，它的肉质吃起来真的很柔软耶，而且这个汤咖喱的香料风味啊又更有层次感。最后再来一份炸银丝卷甜点收尾，这餐实在满足又幸福，今晚就吃丸饭食肆处。